这不是通知。好了，来，先选择一下你们想要看我跳的什么样的舞蹈。第一个是蝴蝶花开，第二个是惊鸿一面，第三个是说话小镇。勾勾前面的序号。第一个是蝴蝶花开，第二个是惊鸿一面，第三个是说话小镇。勾前面的序号。截屏最后一个跳你选的那个。3、2、1，走你。第二个，恭喜没拍面。那我们就跳第二个惊鸿一面，然后大家记得别忘记把直播时通知勾勾上方的这个电手机户点在上方的爱心关注一下，还有着你的宝箱你的签到签一下爱心点一点，玫瑰花送一送，谢谢。握着我的脸，爱得太深怎么舍得离别。蝴蝶花开啊，一个轮回啊，冰冷的香只愿为你芬芳。蝴蝶花树下，一个约定啊，为何只剩我对你的守望。蝴蝶花开啊，放
下下面的歌曲。来，第二首几乎一面已经学完了，还有第一首和第三首，包括前面的序号，第一首和第三首，包括前面的序号，第一首和第三首几乎是那个蝴蝶花开，还有石化小镇，包括前面的序号，第二首几乎一面已经学完了。还有第一首蝴蝶花开，还有第二首第三首的那个石化小镇，扣一下一和三，对，把一和三扣一扣，嘿，三二一，这里第一个恭喜飞哥，那我们就来跳蝴蝶花开。大家把六六扣扣，玫瑰花送送，开心点一点。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跳蝴蝶花开，大家记得别忘记，就是把这里的是不是通知勾一勾，这里勾了吗？还有这里的爱心点了吗？这里的玫瑰花送了吗？好了，那我们开始准备跳舞了。
120秒时间，还有2分钟时间来选择一下下面一个麦序，你们想看我穿什么样的衣服。第一件呢是抹胸加短皮裙，第二件呢是背心加紧身牛仔，看看你们想要看我穿什么样的衣服。第一件是抹胸加短皮裙，第二个是背心加紧身牛仔裤，紧身牛仔裤，看我前面是哪个。好了，第二个呢是背心加紧身超紧身的牛仔裤，第一个呢是抹胸加短皮裙。谢谢奇绝，谢谢谢谢奇绝，谢谢给凡哥，谢谢送礼物宝宝们。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点击啦，截图最后一个穿，下一个麦序就穿你选的衣服。第一个，一二三，走你。第一个啊，如你们所愿，抹胸加短皮裙。下一个麦序的时候就给大家穿抹胸加短皮裙，还有46秒的时间，我也就不能再给大家都跳什么了。下一个麦序呢就不给大家穿旗袍了。刚刚有人说，你们能不能每次不要穿旗袍跳舞？可是人家是古典还有现代舞都跳，怎么办呢？我也不想穿旗袍跳啊，可是没有古典的美怎么办呢？所以只能让您能忍一忍，然后下一个麦序咱们再见，拜拜，拜拜，看够啦，那没关系，下明天还给你们再看一次旗袍啊，没有关系，看够了没事儿，再给你们看一次旗袍。